那现在呢是下午的6点，我现在所在的呢还是上海美术馆，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是非常多的人，因为在6点的时候呢，很多的 VIP 嘉宾将光临上海美术馆来看这个乔治阿玛尼的回顾秀。那我们得知呢，座上的嘉宾除了言承旭还有章子怡，包括我们国内的著名影星陈道明也会到场，那我们待会儿也会期待他们的光临。晚上的美术馆比起早上人气似乎更旺了，如果说这里早上是各大媒体的天下，那今晚的美术馆就属于明星了。闻风而动的粉丝们已经占领了最佳观星地点。那今晚首先登场的就是名模琪琪。一些本地明星和陈道明的到场呢，也使得追星的气氛有一些蠢蠢欲动。随着影迷的喊叫声，今晚的高潮终于来到了，言承旭的车缓缓地驶入了美术馆。在五大保镖的护送之下，杰瑞被安全地送达到各大媒体面前。对于这样的大场面，他也似乎早已经习惯了。100米的距离让两个今天最具星光的人物汇合了。阿玛尼先生以他意大利式的热情把杰瑞带到了台上。阿玛尼先生在韩国选择了巨星 Rain 做代言，这也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是不是具有同样气质的言承旭会是阿玛尼先生下一季亚洲市场的新宠呢？今日印象特别报道。